朝霞，天是粉色的，对，天好美啊！一会儿就升起来了，这个国旗和这个太阳同时升起。款待游客，您好，欢迎来到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，观看升国旗仪式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来，快看来来来。这角度看这红旗还真挺很激动，对，他真的激动，这个特殊的时间地点，哎呀真的不一样，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就觉得一个那个象征的意义啊，那个国旗在中轴线升起，对，这国家最英武的年轻人升起国旗在中轴线上，非常非常的激动，为我的国家而骄傲，爱国之情就涌了出来，民族有信仰，国家有力量。这次看升旗，真的是觉得这个文明在非常进取的、有力量的，在大踏步的往前在走。